状元，名扬天下，蒙神恩，为救赵廷离故乡，侥幸得中状元郎，晋家赢过群灵宴，谁人知我是何状？奴家冯素贞，是我顶替李郎性命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喜修本奏于圣上，回向祭祖。哎呦，小姐，你哪是要回向祭祖上，还不是想早点回去救出李公子，还一趟拜堂成亲呢？春红，下次说话可要小心了。李